大家好，我是东阳，今天教各位如何利用对手的意识来获得胜利。被炸了，不要慌，对面看到收集反馈肯定会以为咱们要往后撤，而我们偏要反其道而行，蹲在这里打他一个出其不意。来了，你们看这人预瞄完全不在我们这边，别急啊，再炸一下。没人来，咱们就直接绕到酒窖二楼，看能不能偷个侧身。注意预瞄，听到，遭遇两个，先别下去啊，队友都不在，迂回一会儿。队友有枪声，哇，还好打掉一个。队友来了，炸弹掉落了，队友没了，又到1v2的残局时间了，包在他们脸上，直接突正面比较困难。这时候咱们可以同样利用对手的意识来打开局面，很简单，咱们先封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故意露脚步后撤，让对面以为咱们会去绕后，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进步走到 A 大门，因为在这里可以监听整个 A 区的动静，一旦有人离开去回防他们的后路，咱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封烟，露脚步，进步，就位了，接下来静静等着就行。听到了没？ A 小门的走了，附近应该还有一只，注意预瞄。来了，哇，背后有人，先撤一下。无人机，找下位置，别急，先看地图。有了，看到了，冲，拿下。对了，之前有小伙伴想要 SA80 和樱花少女的配件，这里呢一并给到大家。动摇吧。